上面的话，你要让它斜领、一字领、正常领都可以，非常非常的舒服哦。这是一件非常好驾驭，而且非常透气的衣服。然后我的正常领我觉得做得很漂亮，因为它是方领，然后接这个小卷边，它这边都完全是不会勒你的这个手臂的。所以你今天要正穿，或者是像我现在把它拉起来的话，拉一字领都完完全全没有问题。后织带的话自己绑。所以如果你比较肉的粉丝，你看一下这前面的空间都非常非常的大，你只要轻绑到你觉得你自己舒服的位置就好了。绑好之后还可以遮一些腰肉啊肚子的肉，那如果你不想露肚，你就穿中高腰一些些。